祝我亲近你，使我心变化更新。我只在主里，你恩典永留。住在你慈爱里，我心中一切软弱都将被挪去，因你爱你大能拥抱我，让你爱神灵引领我，在你爱的大能，主开启我眼，使我与你主更新我心意，向我显明你旨意，每天的生命中因你爱的大能神灵引领我，在你爱的大能拥抱我，让你爱围绕我，吸引我身旁，我的口将如鹰展翅上
爱的大能。各位网络及电视机的兄弟姐妹，各位早安，欢迎你参加佑昌教会的早祷。在还没听信息之前，我们一起来恭守神的话。在约拿记第一章，我们从17节到第二章的第10节，神的话这么说：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上帝，说：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。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我说：我从你眼前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。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我从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面前。那侍奉虚无之神的人，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。我许的愿，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愿上帝祝福听他的话，听他的话又去行的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早安。今天牧师用大能的拯救来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。上帝呼召约拿前往尼尼微城，去尼尼微城做什么呢？上帝交付约拿去到尼尼微城斥责那城的人。然而面对上帝呼召的约拿，他又用什么态度回应上帝呢？我们看到圣经里面，约拿选择逃避上帝的吩咐，他买了船票往他斯的方向去，他坐船离开了呼召的地方。当船开到海上的时候，上帝使海上兴起大风浪，结果船员开始把船上的重物往海里丢，来减轻船的重量。就在惊涛骇浪的时候，约拿却在船上睡着了。当船员看见约拿在船底睡着，船员面临了生死交关的时候，船长问约拿：你怎么还这个时候还在睡觉？这些船员们面对危机时，他们都求告他们所信的神，可见当时的那艘船的船员们都各信奉不同的宗教。他们在危机之时，他们求告他们信奉的神。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当人在求生的本能与信仰的态度，他们会求告神。我们看到他们不了解这个大风浪是为何引起，于是他们用抽签的方式来求问神。结果这个船长一抽签抽到约拿，就问约拿：这个大风浪是不是因你而起？然而这个船长一连问约拿好几个问题：你从事什么行业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的人？你又属于哪一族的人？可见这个船长对约拿是毫无所惜。然而约拿表明他是希伯来人，他自己见证他是敬畏上帝的人。
约拿于是顺便也跟这个船长来介绍他所信靠的上帝。他这样跟船长说：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所以我们从约拿这样介绍知道，其实约拿他认识创造万物的神，然而他却选择逃避这位创造万物上帝的呼召。有时候我们看到在人的软弱当中，我们有时会很渴慕神，但有时候当我们渴慕神面对真理的时，我们好像有时候不敢直接面对真理对我们的挑战，我们会选择逃避，我们会选择不愿意降服。明知道真理的要求是这样，我们却背逆而行，违背他。当船员听到约拿他是逃避上帝，这些船员都知道违背上帝的命令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这些船员看眼前的风浪越来越大，这些船员的问约拿该怎么做才能够平息这场风暴。约拿回答这个船员说：把它丢进海里就可以平息了这场风暴。于是约拿就被船员从船上丢入海里，海中的大风浪就因此平息了。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，约拿就被一条大鱼吞了，他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。约拿在鱼的肚腹当中，他祷告神，他说：我遭患难，求告耶和华。所以我们看到当他在患难的时候祷告神，你说稀奇吗？约拿在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没有祈祷，当他在船上的时候他也没有祈祷，然而他遇到大风浪在吹逼时，这些不信上帝的人各自求问自己的神，唯独这个约拿却稳稳地睡在船舱里面。现在约拿却在鱼的肚子里面感受到比死更难受的煎熬，那就是恐惧。这时候的约拿他在鱼腹当中，他祷告上帝。约拿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义人，遭受仇敌的迫害，他相信上帝会拯救他，所以他在鱼腹当中感谢赞美神。我们从这篇的约拿的祷告文没有直接提及约拿是否知错，是否有认罪悔改，还是约拿是一个死不悔改的人，自以为是的人。圣经中的字义当中，我们看到特别我们看到约拿书第二章第十节说：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，最后鱼将它吐出来。作者用这个吐这个字是相当有犹太色彩的字体，因为旧约中圣经里面的用吐这个字都是在负面情况所写的。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章一开始在描述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，他向上帝祷告，他向上帝祷告内容，然后结束时上帝使大鱼将约拿吐在沙滩上做结束。不论大鱼将约拿吞入鱼肚或者把它吐在沙滩上，我们看到约拿书的作者他强调一点，连大鱼也都听从上帝的呼召。约拿他怎么可以逃跑抗拒上帝的呼召呢？我们看到约拿的祷告文当中，我们看到第五节说：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。当约拿面对生命的死亡的时候，他用声音献祭给上帝，向上帝许愿，
因为他知道救恩是出于耶和华。当我们遇到某些困难时，很多时候我们像约拿一样有同样的感受，遇到人生的困难或打击时，我们看到诸水环绕在约拿的身边。然而当我们遇到人生的困难的时候，这些诸水就好像困难在围绕我。你记得六年前牧师跟何牧师有一次去外出探访的时候，探访结束要去吃晚餐，骑着机车骑，突然机车压到有一个女性包包，我们两个因此摔车。后来这个女性包包的主人赶回来捡她包包，当她赶到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已经在地上了。然而这个女性包包的女主人在她回来之前，已经有路人帮我们两个报警叫救护车。当我送到医院的同时，我发现我身上没有半点流血，我以为我没有什么大碍。然而在检查伤势的同时，却发现我的右膝盖会发生了异常的疼痛。后来经过检查，我的右膝盖的后十字韧带断掉了，于是医生决定要进入开刀房开刀，把那断掉的后十字韧带修补起来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面对要进开刀房的治疗。当进开刀房之前，病房在推入开刀房的这途中，心里充满了恐惧，明知道这场手术是不会危及生命的手术，明知道这场手术也不是怎么重大手术。然而在这推往开刀房的路途当中，心里充满了恐惧。当我进入开刀房，我发现开刀房里面非常的冷。我们在理智上当中明知道这是一场小手术，如同约拿他面对的诸水环绕他，深渊围绕他，眼前的我面对进入开刀房的情况，只觉得好冷，也只觉得好恐怖。然而感谢主，这个开刀主的看顾，从头到尾当中开刀非常顺利。开刀完之后必须要做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健，另外还有车祸的诉讼问题。在我还做复健的过程当中，我不需要拿着助行器来行走。有一次我受派到台北开会，我拿着助行器坐高铁，在坐高铁开到嘉义 的那一站，有一个妇人，她从嘉义上车，她坐在我身边，她开口的第一句话说：“先生，你中风哦。”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气到快中风。将近半年的复健期，心情各方面是黑暗的，加上刚刚牧师说还有车祸的司法诉讼在等着我。感谢主，上帝带领牧师经过这一切，这过程当中是孤单无助。然而我们可以一同学习讲正面的话，仰望神，如同约拿一样。他心里发昏，我们就想念耶和华，在困难当中用献祭宣告神。他约拿祷告说：“救恩出于耶和华，事情就会成就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离弃怜爱他们的主。”各位兄弟姐妹，在外面很多人要面对死亡，可惜
很多人也不认识耶稣，也不懂得怎么祷告。原来祷告的带来的果效是何等的大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认识了主上帝，让我们认识了上帝的救恩，也更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一个祷告的权柄。所以各位兄弟姐妹，人生难免都会有困难为难的时候，或许这个困难是你的婚姻，或许这个困难是你的健康，或许这个困难是你跟家人或朋友的相处关系，这个困难或许是你的事业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当我们遇到每个痛楚的时候，我们要学得去祷告神。约拿他是一个幸运的人，他被大鱼吞了，理应他是会被鱼的消化系统来消化而死掉，然而上帝施行了拯救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，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各位兄弟姐妹，神迹不是给我们看看而已，神迹乃是神给我们空间，让我们触摸到救恩，重新思想神的爱，再次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。上帝是创造宇宙的神，他也是创造旱地的上帝。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他被鱼吐在旱地上，不是吐在海里，约拿被鱼吐在旱地上，他可以自己行走。我们看到这个鱼是多么谦卑，多么顺服听从上帝的旨意。我们生命当中或许没有像约拿这样的光景，但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像约拿一样，在渔夫当中我们有更多思想神，让我们体会到永无止境的沉沦当中有一个上帝可以依靠。人生当中有很多现实的事情，好像你被这个鱼吃掉一样，被鱼吃掉在那个鱼肚当中是一个黑暗，是一个生死未卜的一个处境。然而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人生的任何境遇当中，他从来没有丢弃我们，上帝眷顾你我的生命。在困难的当下，或许你会感到那是黑暗的，然而在你要感到黑暗的时，你要学习更赞美神，你要更学习更仰望神，更以信心祷告神。他必垂听我们祷告，他必以他的大能来拯救我们的生命，脱离人生的任何困境。约拿他逃避上帝的呼召，被大鱼吃进肚子里面，然而你想这是一个神话吗？其实在现代这个时候，还是有人因为海难被大鱼吞吃，然而他却像约拿一样被鱼吐出来活下去了。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，有一个56岁的派卡德，他在他脸书当中写说，我在他的闭嘴的嘴里待了30秒到40秒，于是他把我浮出水面，把我吐出来。这个派卡德他真的被一头抹香鲸吞在鱼的肚子里面，然而他并没有像约拿一样在鱼肚子里面3天3夜，他只不过待在鱼肚子里面30秒到40秒，鲸鱼就从水里浮出来把它吐出来。这个派卡德他被鱼吐出来之后被人发现，送到医院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，他接受
美国的一个报纸来报道他的传奇。这个派卡德他说，他当时正在麻州的海边潜水捕龙虾。他说突然间他感到有巨大的推力，然而这个派卡德他当下就发现了他眼前一片的漆黑。他这个派卡德他在鱼肚子里面，他心里想，哇，死定了，他竟然被鱼吞吃了。然而在他眼睛当中，他想起了他有一个12岁及15岁的两个儿子。这个派卡德他潜水捕鱼总共有40年的经验，所以他在这个鲸鱼的肚腹当中，他不断的挣扎。后来他看到一线曙光，于是鲸鱼开始摇头晃脑浮出水面，把它吐出来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这个派卡德他只在鱼的肚子里面30秒到40秒，约哪呢是3天3夜。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必用他的大能来成为人的拯救。今天不管你遇到了什么困难，不管是经济问题、身体健康问题，或者你的家族的亲人问题、相处问题，还是你的工作问题，还是你的健康问题，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们当一起仰望神，我们当一起祷告神，你必相信，你必经历，神是垂听祷告神，神也是成为拯救你的神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主，亲近你，使我心变幻，更新，我只在主里。在你慈爱里，我心中一切软弱都将被挪去，因你爱的大能，拥抱神灵引领我，在你的大能，主开启我眼，使我与你面对面，明白你的爱，你在我更新我心意，向我显明你旨意，在每日生命中，因你爱的大能，
上的，我要与你飞翔，你身里引领我，在你爱的大能，哦，拥抱我，让你爱围绕。各位兄弟姐妹，神的大能将围绕你，神将带领你与他一起飞翔，阿们，经历神的恩典，阿们。这时候我们一起来为了几件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第一件事，我们为了我们属灵的大家长，我们的陈牧师啊，牧师娘，我们为了我们潘牧师及潘牧师娘，我们为了欧牧师及何牧师，我们为了教牧团队的服事及家庭来祷告，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啊神底下的兄弟姐妹祷告，我们为了长子团队祷告，为了办公室干事群来祷告，我们为了我们各小组长来祷告，我们有许多还未加入小组的兄弟姐妹祷告，求主恩膏祝福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啊，那么尽早啊加入小组，虽然没在小组的团契生活，依然有主的看顾，依然有教牧团队的关怀及长子的关怀。我们为了这些来祷告，我们为了疫情，我们知道疫情啊，昨天啊跟今天啊，高雄各有一例的确诊啊，我们为了这些来祷告。那为了我们陈时中部长他的带领团队啊防治来祷告。我们更要为了各县市首长的首长们，他们在守护他们所执政的啊这个县市的防疫及啊县政的处理，求主给他们智慧能力，他们在县政处理及防疫的时，这个有智慧啊做妥善的处理。我们这时候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施恩典上帝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献上感谢，主啊，求你施恩祝我们的陈牧师啊，陈牧师娘啊，他们有领受上帝的呼召的能力啊，这样的带领我们整个幼长教会啊各个团队的服事，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的潘牧师及潘牧师娘，他们的啊青年啊牧养当中，透过我们青年牧养，他们青年的信仰啊扎根在磐石上，让他们的啊青年牧养栽培更多啊主所喜悦的啊主门徒来服事你。主啊，求你也祝福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的办公室干事群，就祝我们干事群他们的家庭，他们的所中的服事，他们忠心服事你啊，帮助教会，帮助啊各小组兄弟姐妹啊信仰得到造就。主耶稣，你祝我们各小组小组长他们的牧养当中，主你给他们智慧能力恩高，让他们的牧养当中啊照着你主的心意来牧养啊话语的啊喂养啊，他们信仰得到坚固啊，那主员都得到关心。主耶稣，你也祝我们没有参加小组的兄弟姐妹啊，让他们早日参加小组啊，祝我们这边参加小组的兄弟姐妹啊，在身体在各方面都当中得到我们教牧团队长子团队的关怀啊帮助，愿主施恩带领，哎，谢谢主。主耶稣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，求主你施恩祝福啊，我们啊幼长教会每个团队在你面前的啊服事摆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啊更合一啊，更彼此的扶持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啊教会以外，我们为了社会
我们的陈时中部长及他团队，我们为了各县市首长，他们为了防疫还有县政工作的推动，他们不辞辛劳，每天自己日夜的这样的防护。愿主你帮助我们的各县市首长及我们陈时中部长啊，在做每项的政策的啊决定时，有主你的同在。愿主你施恩，透过我们这样的各县市及我们陈时中部长的啊这样的团队，主啊，帮助台湾早日恢复过往的平静，让台湾恢复啊平静，让各阶层的经济啊发展生活，各等到上帝你祝福。愿主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，我们明天早上5:30相见，平安。